你知道 Blackpink 他们说有看过我的电影，我听过他们歌，但是我没有认真去了解他们这个 女生长啥样。但这个节目哇， Lisa 真的可爱死。很可爱吗？可爱啊。那你想要交女朋友 交什么类型？我就是想找 Lisa 这样的人。很辣的是吗？不辣，就是不辣吗？该认真认真，可爱可爱，辣也辣。少。对啊。你呢？就好像大哥诱导小孩那种。对。我找可爱的女的，女的。废话。可以吗？可以可以，跳 Lisa 吧 ，Lisa Lisa Lisa， 来 Lisa。哇！1, 2, 3, and 4, 5, 6, 7, 8. 1, 2, and 3, and 4, 5, 6, 7. 哦，都记住了耶，明白了吗？你看看人家，真的是，不要问。6, 7, 8. 1, 2, 3, and 4, 5, 6, 7, 8. 1, 2, and 3, and 4, 5, 6, 7. 你叫 Lisa， 这样子我们拍下来可以发到微博上面，说不定 Lisa 就看到。哎，好像可以哦。不讲话了。我怕 Lisa 看到会哭。Lisa 有个名叫辣 Lisa， 我知道。我们叫辣眼睛。我们两个就是辣眼睛。辣眼睛组合。拍不下去了。喝口水，喝口水。王大陆，我帮你拍一遍吧。因为我们是为了让 Lisa 看到你跳舞的视频。真的假的？真的，我帮你想办法。你说叫蔡徐坤，拜托拜托了。对啊，真的王大陆。跳跳，我刚不是已经跳过一次吗？你要自己来跳一次。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跳？这我不跳，你自己跳。不行不行不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哦，哇哦，摄影啊！哇，超自在，我的妈呀！完成梦想的一个小小部分，谢谢导演，帮你找 Lisa。 是谁？蔡徐坤。哥哥哥哥，我是大陆哦，你那个青春有你特别棒。哥哥，我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然后我也特别欣赏 Lisa。 然后我跟 Justin 就说我们要一起跳一支舞献给 Lisa， 你可以帮我传给他吗？我很爱他哦。在等待，等待是最让人心急的。他回我了，他回我。Hello，Hello， 大龙，我但是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是，我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完了，人家没有他的联系方式。那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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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没关系，谢谢你的心意。我们没事，我们准备发微博，让王大陆发微博。OK， 我要哭了。谢谢，注意身体哦，多吃点。视频还不发吗？现在就要发，等会要发啊！你要赶紧发，我们下次才能看到回复啊！你们不要逼我，你吃完饭就发好吧？你要是我们帮你想想文案，好好好。I really like you. I like you forever. Marry me. 怎么后悔了？他肯定会举报你，拉黑并且举报。王嘉尔上次也在这里，你应该王嘉尔帮你发。对啊，我肯定认识，肯定认识啊，他肯定认识啊。
打电话给他。这个东西我想想，我明天包好不好？不好，明天包了。不好，我现在太晚，人家睡觉。明天你拍我，我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包。我会包，我一定会包，我答应你会包。我要看着你包。当粉丝不能那么随便当，这年头当粉丝也不容易。对啊。